说到做到，这就是我的人道，从零开始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Jeremy Lin 林书豪。错误修正的更多，就更有机会拿下胜利。好，这边兄弟对决来咯，林书豪切入到禁区，并用掩护拿下分数，非常擅长使用这种四五号位的 handoff 或是在高位的掩护哦。他今天又把吉他带来高雄啊！林书豪一个背后运球，身体对抗，林来疯来了，也是他生涯第一次在 plus league 得分，篮板上双，林书豪尽算加法。真的以尼欧马的护框能力，要守到书豪的切入，就是会发生现在这样的情况。但是在这第二线的协防，没有办法阻止林书豪强势切入，因为对方禁区可以消耗的人是比较多的。书豪这一次切入海底捞月，我就是抓一个时间差，因为你如果用正常的上篮 tempo， 应该就会被曼尼高所干扰到。很少看到明哥在第一节就火力全开。没错，林书豪用来攻击篮筐，用一样的方式。现在防守前后者的球员并没有失位哦，那你去协防过多，造成说没有人去保护篮板。哇，林书豪的三分球，林书豪跟温德挡拆配合，绕来绕去，最后选择自己投啊，左边右边都没问题。反正那刚刚这个跟进确实是蛮恐怖的。林书豪没有人对上来，那这一颗三分球就不客气了。不好。林书豪在戴维斯的面前后仰跳投，他今天是不是要拿40分啊？下不太去了。林书豪这一次抛投又被他放进，林书豪又来了，这边的旱地拔葱，哎呦，差一点点哦。那这一次放倒林书豪之后，这回去要跟稍稍道歉一下。林书豪要强打这一波，最后3秒钟突破了联盟纪录，上半场32分。林书豪在上半场就火力全开，两节攻下32分，打破联盟纪录。56-49，靠着林书豪精彩的发挥，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在迈向8连胜的路上。